些放松。而且今天居然没什么人，准备要开始播完啦 ，Go Go！ 我要。你又被预告了，心情如何？你又被预告了。被预告的感觉就是很可怕，感觉死亡的死亡要来临。好厉害！看来这怎么总是如此撞来撞去的？觉得这台车很让我很不安全感，很没有安全感。怎么那样安全感？说错了，你过来不行哦。不安全感啊！你不要跑了哦！我这只狗好有气啊！嗯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我跟你说，你去玩那个，不要吵，那个剑湖山的那个自由落体，我玩过了啊！你会发现你的屁股是离开座位，我玩过了，好有趣哦！接下来坐我屁股好痛，我玩了两次还一次，我屁股没有落，在骨头往下撞，够！我发现闭着眼睛比较不那么恐怖，对，闭眼睛连我手都不到。我知道，我有感觉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恐怖。看着也没有那么恐怖啊。已经回神了是吗？是的，我刚才在睡觉，其实啊。别装了。睡大觉。没看清楚，再看一次。